上说，如果你想用语言攻击他，他也会加倍的攻击回来。我们来试一试。小爱同学，对，老子吃火锅，你吃火锅底料。老子坐火车，你坐火车轨道。老子取天线，你取天线宝宝。老子吹空调，你吹空调外机。老子吃西瓜，你吃西瓜皮皮。老子吃泡面，你吃调味料包。老子吃凤爪，你吃陈年泡椒。老子喝酸奶，你舔奶瓶盖盖。老子吃辣条，你舔塑料袋袋。